姐妹们，你们敢相信？等会儿我要帮一个拥有百万粉丝的网红告白。哇塞，你还能是百万网红？那当然了。哎，你赶紧走，别一会儿让人等急了。Later。嘿，接通。哎，吓我一跳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哎呀，我早上有点起晚了。不过先说正事儿啊，你今天要跟谁表白？该不会是大明吧？哎呀，不是，我跟大明就是好兄弟。今天我要告白的是我的摄影师。竟然不是大明，可惜了可惜了，给我看照片，我看帅不帅。可帅了、哦、真的很帅，这一对比我们摄影师就有点磕碜了。我也帅吗？我看见他了。 Hello， 请问你是龙龙吗？对。你真的好高啊。高吗？喂，还好吧。我们是酒桶叫过来的节目组，他参加了我们的一个节目。这我知道，他跟我说过。啊，他跟你说过？他很害羞，我怕他不好意思过来。谈个恋爱？你们这是恋爱的节目组吗？怎么了？你不愿意让酒桶参加恋爱综艺啊？不是，这种节目组可能男生都不是很靠谱吧？觉得他这个人吧，特别的单纯，然后长得又帅。他嘛，就是大大咧咧的，比较活蹦乱跳的一个女生吧。对喜欢的人一定要主动出击，要不然你会后悔的。看到他站那儿干啥？你过去就知道了。啊，我要转身吗？往后退。哎，还有三步，快了快了。哦。我会一点一点想你，一天一点。哎，你怎么来参加相亲节目了？嗯，怎么啦？吃醋啦？怎么可能？那相亲节目总得有个男嘉宾吧？男嘉宾呢？就在我身后啊。哦，那我数三二一之后，你们就转过来哦。三二一，好了吗？我戒不掉你，想你的呼吸，漫长的距离，我用思念来代替。你有没有想我啊？解散这么久。Oh, 这么有一点儿，就一点儿。一点儿啊，那你最近在干嘛呀？我最近在想你啊。从哪搞这么多土味情话？我看气色很不好啊，你嘴巴怎么那么白？有吗？我你帮我拿一下吧。Baby, I love you。这算不算是间接接吻啊？我特别想问一下男生啊，跟网红做朋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也还好吧，也不算什么大网红吧，走在路上也没有太多人会注意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我不行了？没有。还记不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情形？他不是很瘦吗？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要拍摄，要举稳定器，我就说他肯定举不起稳定器，这瘦胳膊还没我粗呢。怎么可能？然后那时候他脸胀通红。然后说有一次就是走路不看路嘛，然后就一下撞门上了，然后在门上留下一个大圆印子。你确定吗？接下来我们有一个超级刺激的游戏，隔着扑克牌亲亲十秒钟。没问题啊。那你不问一下男生愿不愿意吗？你敢不愿意吗？我不敢。嗯。好，接上去。啊，我的妈呀。道路转转，我还是一样喜欢你。啊，我的妈呀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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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接上去。啊，我的妈呀。道路转转，我还是一样喜欢你。啊，我的妈呀。我突然好想这个牌可以掉下来啊。你告诉你，不是我说不出口的每个犹豫，你别担心。我觉得男生已经不舍得分开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久的十秒。刚刚游戏什么感觉？挺紧张，挺刺激的。如果你们这个扑克牌如果能印得更薄一点就好了。挺好的，挺开心的。挺开心的，就这样吗？我感觉你刚刚贼害羞。有吗？没有吧。你觉得今天龙龙和平时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今天可能打扮了一下吧，更帅了。今天就是你世界里的男明星了吧？
他本来就是男明星，就挺漂亮的吧。平时不漂亮吗？平时也挺漂亮，但是今天更漂亮。你觉得成功告白的几率有多大？嗯，80%。那你知道我们今天来找你是干嘛的了吧？但是他毕竟是个网红嘛，他的粉丝还是挺磕他跟大明在一起的，不知道我俩在一块儿粉丝会怎么想。现在是我们的转身环节，我数三个数啊，如果你们想和对方谈个恋爱的话，就转身并且给对方一个深深的拥抱好吗？3、2、1。还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抱一个！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？希望以后我们可以天天这样抱在一块儿。你呢？你有啥想说的？希望我们能永远在一起吧。好害羞。男明星已经拿到手了。有没有想我啊？有一点。就一点儿。哎，我看到他们了，走了。怎么啦？突然带那么多人，当电灯泡？我这个电灯泡还不是想来了解一下你们最近感情状况吗？挺好的。那既然来了，咱就玩游戏呗，情侣默契大挑战。如果回答对的话，200块钱你们拿走啊；如果错的话，就是啃一口苦瓜。如果你答错，我给你。今天是你们在一起的第多少天？21。啊，给钱？差一点我就忘了。龙龙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10月9号。10月9号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自己的生日还慢慢拍？啊，这有啥好吃的？我只要说的生日是他的生日就行了呗。这有点耍赖了。你们晚上都是几点睡觉？2点钟。2点。晚了，啃一口。你为啥？酒桶最近一次生气是在什么时候？没有生气过。哇！来 ，give me five，give me five， 耶！我要问一个炸一点的，酒桶有几任前任？没有，有了他之后怎么可能还会有前任呢？都是浮云啊！龙龙最喜欢什么颜色？蓝色。你们最喜欢一起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打游戏。这次真的不能再算了。好，我啃一口嘛。大口一点，你看这个苦瓜就没有怎么下去。还我们一下是吗？假吃。重磅问题来了，你们两个谁更爱谁？我们爱他呀。嗯，哎，这种说错也不能算我们错、啊。这种都说一样的。好像对了，其实又好像没有对。一人咬一口，这剩下的钱全部都给你们了。哇，嗯，你帮我吃吧，好吗？撒娇。我就勉强接受一下吧。哇！说真的苦吗？苦，苦，好苦。懂这叫啥吗？这叫爱情的。像你想吃都舍不得。哎呀，我被爱情已经虐得不成样子了。麦收回来。好了，那我们之后再见了，拜拜。谢谢你，只有你。